生世世敲钟声，生命电视以大慈大悲心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自行三十七颂，那每一个祖师一世人跟累积的修行，虽然伊肉体无去啊，但是伊要将救度众生的真理留落来，包括释迦牟尼佛最特殊了，释迦牟尼佛留下最多了啊、因为显现成为圆满的佛所显现的力量啊。但是从这个无住贤菩萨，伊嘛已经醒悟了。阿伯一伯这属于，但是他来轮回的过程，虽然有佛的心，但是他视线一个凡夫相，啊，他也视线了啊一种世间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种阶段圆满视线，跟他呼赶快呢功定了，但是他尽力来告诉我们，但是呢永不离真理了，但是因说下来变成一种论，它不是经。如果佛所亲口讲的那叫经典，那不一样。你念一遍心经啊，超过念一亿遍三十七颂的功德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颂跟论，它只是一些祖师大德啊，按照经所编的，虽然是精髓，但是永远不像经典的功德啊！就像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跟念海涛法师，嘿，差多了，阿弥陀佛不得了了啊！八千万亿倍，海涛法师搞不好够好念呢。啊，因为这个世间的名字只有世间的业报啊，从我今麦叫做下面毁誉参半，诸多争议，他们给我评论这个法师争议很多啊，那你就随缘嘛啊，因为你要做神书，你就不能怕被人家讲啊，坚持，但是还是要顾及社会，得故为敬礼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希望学慈悲乃至离苦众生。我要解释头一句话啦，大家都说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一情形利众生。这个无来去，各位要听过啦，恭敬老和尚水果树要四斤钱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就叫做敬的空性，生死主宰，免为死的考啊，因为伊个死是一种超度，去极乐世界那就成佛了，不过来实现了。所以每一个佛所讲的真理，拢是无来无去、不生不灭的，永远不变的。这个花，即马水啊，连咪都派去。人有生有死，有快乐有痛苦，但是佛法呢，是伫个对变化内底看到无变化，一个叫真理。从生灭里面看到不生灭。啊，从轮回里面看到涅槃，
从变化里面看到不变，就叫物增长。香烟、童子、物增长，嘿，因为电路还是在变化，但是在变化里面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无我的空性。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当作是花开花谢，那个生老病死，你懂得卖考，生的快乐，死的考，有钱的快乐，无钱的考，安尼啦。但是下面叫做佛，也是咱的本性、佛性。佛性是永远不变的。你落地界，你升天，你做佛，那佛性永远拢伫的，就是叫众生皆有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的佛性。啊、各位，你都爱聊到这個，那叫做幸福啦。啊，刚刚讲就会开始世间话是，我今日来做医生，来开客人车，不是为了钱的啊，无自私的目的，我是为了救病人，拢免领薪水的啦，安尼啦，那叫做无来去。啊，你今日做到要死，我还提薪水，你又去批评啦，因为你有来去，你有私心。啊，有私心你就会痛苦。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，你男不爱跟你恭维两讲，哦哦，我看你唔在边怎啊？你的爱人啊，看到不爱跟你看这个，你看右边，他看左边，哦，啊，你个感觉，因为呢，你有生灭，你有爱就会有恨。那佛菩萨是空性，所以用莲花代表，每一个佛菩萨拢坐在莲花顶，莲花就是无污染一切，无爱一切，也无讨厌一切。啊！咱这個世间有一个爱，叫做贪的烦恼；有一个无爱万分，叫做万分清灰的烦恼，叫做贪嗔痴。痴就是无了解，无了解，个个咧爱甲要死，恨甲要死，贪嗔痴啊！那贪嗔痴用第八界叫做贪啊，烧悟净叫做嗔，孙悟空狂跳啊，叫做愚痴啊！你乱了跳也逃不出如来手掌心，对不对？空性。所以希望孙猴子悟到空性，空不是没有啊，空是超越生灭。刚才讲举过来，超越生老病死，生死自在，好不好？各位后摆钓感情笑笑啊，好不好？安尼就好啊。那是假笑了，但是同舅搁咧笑啊。内心是惊啊，要死，卖听师傅，卖听就好，死无要紧，死毛要紧的。啊，但是惊，但是你若无一个我，那有一个我咧听。即摆你的车链啊，派去啊，提起来，你拢袂听。但是糖尿病迄个脚举起来，哦，会听。啊，变一个脚歹看，也乖啊，因为你将身躯当作你的，但是车会使换安尼啊。所以各位，车跟人，啥物车会使换？你即个身躯袂使换。因为身躯有我的，而且车无紧安尼，安尼你就会艰苦。所以讲要来的啊，咱来去思维。那诸佛的净化，伊要讲空啊，空性的，没有来去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。所以你来去看待一切，你的话就超越一切。那是花，那是饼，那是电视，相无同款，但是伊的本体拢同款啊。本体是啥物？本体就是讲，这个饼，伊是种种的米粉物件所混合的。离开这台物件，根本就无饼存在。那这个灰嘛，同款，丁嘛，同款，离开油，离开空气，离开水，伊根本就无这丁的存在。所以这个丁的存在，伊是个暂时的，这叫做空性。那各位你要去体悟佛性，咱的佛性就是无我无你，无查甫无查某，安尼比较快乐啊。所以。如果你来感觉讲，哦，我咧艰苦，我咧疼，啊，我互你欺负，那、啊、你就挡袂了啊！啊，所以这点讲较久，但希望各位爱去读《心经》啊，《六祖坛经》也好啊，《金刚经》也好啊，你也去了解一下。因为你若无去了解这个道理呢，你永远就惊身躯破病，惊去用怕啊，爱好呀，不爱散，因为你将身躯当作挂。这身躯那是你就一定排名。这身躯什么人免生老病死？啊，你若真正关心这，你得赶紧体证空性，解脱生死。啊，无你更加好呀，更加出名，爱情这么更加快乐。我甲你讲，爱情没办法当饭吃啊，丢感情拢免讲啊。啊，那个时候就像你去医院躺在那边，管你是皇帝还乞丐啊。啊，会使好死算你袂歹啊，死了搁袂艰苦算袂歹啊。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
所以这个叫空性，诸佛正法无来去，所以我们要追求佛的智慧。再来，唯一勤行利众生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因为众生有一个我，我是高啊，我是杂波，我是杂波，所以呢，我是贵，我是行，所以有这个我，永远在六道来的轮回。啊，你善事做得多，做天道人道，但是你的善业来享受完，你马上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。刚刚讲，和你活一百岁了哦，啊，你九十九岁，然后三百六十四天拢在做善事，但是有一天你抬起一只高牙，安尼，啊，你三百六十四天，每一分钟拢在做善事，安尼你一定升足高的天，足久的时间。但是你这三百六十四天所做的善事，和你享受八千一米拢享受完了，都要存。有一分钟你抬死一只狗牙，啊，你就要直接去做狗牙，红抬死五百遍，啊，抬死狗牙业障都要搁落地缸，较对，啊，搁刷了个死过来做狗牙红抬，因为你的善恶业报拢低，啊，所以各位了解这道理，你一定要点点忏悔。咱人伫这世间，少年倒一个毋捌拍死夹抓，倒一个毋捌抬死个鱼啊。啊！你妈妈讲骂个，为了做生意讲骗，大家拢做个，对不起太太，对不起先生，和爸母艰苦。咱少年呢，为了谈恋爱，甲爸母冤家足济，这种的业，不是你即马咧拜佛好佛就好啊！安尼啊，咱即马咧做善事，善业不能抵消恶业，安尼啊。但是有善业，让我们更有福报，能消业障比较快，助缘比较快。但是善恶不抵消，所以各位呢，唯一勤行利益众生，就讲这就是生命的目的。安住在空性，咱都无烦恼，开智慧。那么开智慧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无存在，众生才是我，所有的众生拢中离苦啊，这才是生命意义。唯一勤行利益众生，刚刚讲的，咱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有那种无私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的人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他们选举啊，私底下来问我师父，你看我怎么样才会选上？我很简单呐、啊，无我奉献我乡亲呐。那什么意思？专调选无调拢无要紧啊，叫奉献呐。啊，但是如果你有所求，甚至结合恶势力，为了要选，那选上也没用啊。啊，那你能够超越这个选上选不上的政治，那你现在当下就可以服务众生啊，你一定要挂那个名吗？那是对能讲的我跟他讲，对不能讲的你莫讲，你莫给我扒了。啊，有些有一点善根呢、啊，他老实在问我谈佛法，我会跟他讲，我们出家就在选总统啊，你一定要盖我，同理自己才能够同理众生嘛。啊，不用去跟人家变个变死啊！方外人士，免多咧参多一动啊！你啊，但是我们永远在尽力帮助众生。像我们这种法会啊，各位多参加，没有私利，不是为了本道场的建筑、金钱在努力啊，我们没有这个想法。要为什么？为六道众生，为庄严佛法而努力，这个。这样比较好一点啊！如果我们是为了各位参加法会，未歹哦，开始要起大经诶，不是起大经对，起大经啊，无要引起啊，要同阿起棒啊，久久用一次，这布盘安尼嘣嘣嘣，明白啊？但是如果你要盖，我也不反对，我跟他讲，除非你能够保证，我们做生意人起起来省。你要算一算，这样划不来哦。啊，你这样浪费众生的钱不应该。啊，就像我们护持色拉切，他们不是要搞建设，他们是大家委屈一点，吃饭能够吃过去，赶快修行吧。那为这个我们努力可以了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那我们每一个动机都不要无所求，诸佛正法无来去，但是你要摆明了。我唯一的就是要利益众生。那众生既然讲众生，不是光人间佛教，我跟他斗狼其他我不要度，不要管，
免得麻烦，不能这么说。啊，六道众生，你都要平等的去关怀，要融合在一起。所以，上师观世音尊前，这几条经，因为无著水莲菩萨是以观世音菩萨做本尊呢、啊，他也把他的师父当作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有无形的观音菩萨跟有形的观音菩萨，其实也疏忽啊，所以都把它放在一起，叫上师观世音尊前，恒以三业恒顶礼，这个三业很重要。辛苦人拜佛真好拜，嘴叫师父会叫，但是心呢，有跟这个师父的心相应，有跟佛，有跟观世音菩萨心相应，这才叫意的恭敬，意啊，用我们的心来供养诸佛菩萨啊，观音菩萨空性我要空性，观音菩萨慈悲我也要慈悲，要这样来修行。所以各位要得到最好的快乐，正等正觉无上乐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。多念几遍，来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大菩提，咱要追求这，因为追求这不是快乐，是帮助众生牺牲自己的快乐。因为咱的老母更加安尼艰苦咧劳苦，咱愿意替劳苦替死几遍，就是不爱去艰苦，安尼啦。各位要有这个发心，对所有众生啊，那为了要达到真实能够利益众生啊，正等正觉，等就是没有分别，正就是真理啊，了解一切，要追求这种利益众生的快乐，无上乐，这叫成佛的快乐。从修正法而出生，那各位就要开始修正法。那什么是正法？就是后面这37条。那既然各位要修行，修法须依明行要，那我们要修行一定要抓到重点啊，抓到重点，明是智慧，那行就是修行，也包括神通啊等等啊，所以必须按照这个真理来修行，重点故当宣说佛子行。为什么叫佛子呢？咱要做佛，但是咱现在还没做佛，咱现在做佛的子，那叫做菩萨啊，菩萨叫做佛的子，将来叫做法王子，也叫做心主，佛的心子，那不是佛的肉体的子。各位来做佛，佛陀的心头子好不好？心子啊，佛陀的心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，佛陀把我们的存在当作他心中的罗诃罗唯一的独生子，因为每一个众生包括几只高下几只蟋蟀都是佛陀的独生子，所以那希望大家都成为佛子。那佛子如何去修行呢？那就叫佛子行，故当宣说佛子行。那就后面37条啊，但是呢，时间的关系啊，各位都免都读完了，我们就读这个文思修是佛子行，好不好？那就读这个，先读这个5条来。闻是修是佛子行，离家乡是佛子行，依境处是佛子行，出离心是佛子行，远恶友是佛子行。好，那各位呢？那既然要成佛，咱这些人有机会做人，暇满人生呢？我们叫八无暇，十圆满。我喊你玩玩的一门。那要在生死苦海里面普度众生，所以我们就要日日夜夜分分秒秒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故于昼夜不空过。老人看连续剧，孩子看手机，那这个大家都没时间修行了啊。那各位无论如何每天播出2-3个钟头，把世间的事情手机都放在旁边啊，你若有紧急的事情叫别人接不紧，然后这2-3个钟头呢，思维佛法，禅修看佛经啊，因为你要去利益众生，接触众生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智慧的根据，一个真理的根据，你虽然在做善事，你会起烦恼，你不知道你做善事的目的是为了调伏自己，你会跟人家争长争短争大争小啊，连蒙回讲大声声也受怕呢啊，我讲小声讲大声，我讲慢声讲紧啊，你不了解说你来佛教是为了净化自己，而是你去凸显你自己，对你都没有帮助啊！啊，所以故于昼夜不空过，闻思修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念一下，闻思修得解脱，
意思说你不闻思修，闻就是听闻，对听闻来得，哎，得到听闻的智慧。所以各位今晚你听我讲，啊，你都要将听的讲给记条条呢，这个叫闻所得慧。那你就会知道哦，什么是对跟错啊，什么是烦恼。再来呢，思啊，一个思维，而得到思所得慧，那你就能够调伏烦恼哦。我知影什么是对跟唔对，啊，我今晚要将唔对的给压起来，修。啊，真实要去实修，才会得到修所得慧。那有这个修所慧，才可以断除烦恼。那终于你把这个不好的切除掉，从知道，然后呢，变成知道什么要消除。那你没有实修，你光知道也没用啊，知道做不到。所以各位要闻思修，淘气掉。第一，那为了要闻思修，目的呢？目的要消除贪嗔痴。贪所爱，咱贪咱爱就敢那水遐尼深嘛。哦，各位，翁阿婆呐，跋落去谈恋爱啊，还是少年呢？哇，迄老母的话拢歹听，迄拢歹听，对不对？爱情开要紧啊！啊，当你去爱上什么，爱上名，爱上利，啊，爱上财，爱上情，那就敢那饮了水来对啊。嗔所怨，恰似火热啊！你去怨恨一个人，就敢那你有火烧啊！妄执取舍，称暗顿啊！你无分别，你无了解真相，这个好，这个歹，那个是武器，那啊，你都乌暗嘛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闻思修的目的呢，是要离家乡。这个离家乡不是讲离开咱岛，离开轮回啊。因为咱有贪嗔痴，就生死轮回，那个叫家。我们出家叫出离轮回，所以贪嗔痴。那所以各位，你要提醒自己，你现在在贪，查某囡仔爱穿足水的，啊，查某人爱享受，食好、用好、困好，那这个对我们伤害很大，因为大家习惯了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，我是在台北的，然后我刚出家，我师父叫我去恒春，啊，台北是真好命，恒春个落山风，个四十度，个我家己一个困，个铁皮屋。人家技术讲，树林后边有鬼，还有蛇。我一个人在那边挣扎过来了，啊！但是这个对我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没有这个过程呢，啊，那你怕你永远没办法。那罗山峰真正是鬼哭神嚎，大半都无经验，啊！然后一下有蛇，啊，听说晚上有鬼，啊。因为以前在恒春乡下什么都有啊，但是这个过程啊，三点里才来起床，哇，自己乌自己起来，我无人甲我叫啊咧。啊，你若无起来，老婆说：“哎，叔呀，爱困。”老婆说：“拢透早了，三点了都要等来咧。”伊无代志要来做早课，有功德。伊要给你开庙门，倒扫涂骹。我四点才早课，恁较早来要创啥？倒扫涂骹，你唔知道我搁咧困哦。啊，所以老婆说你叫他念佛都不要念，他只会念你，怎么要念经呢？啊，他们就叫做老婆说，啊，你也要对好，啊，拍手功，拍手功，阿弥陀佛，哪里都好。啊，但老婆说真的很有爱心啊，但是对我很好，因为我在台北长大，我到恒春乡下，就知道乡下人的种种老狼呢，你就会改变自己，而不是说我只有读佛经，对不对？读佛经，知识分子高高在上。那个时候我连台语都讲不溜，等我跟你讲啊。然后后来到恒春，我就开始啊，未使讲国语听无啦，念灵岩咒，我念我还刚才讲湛江是因为念灵岩咒，下面大家拢把酒连对都对无了，搁念，伊歪插面啦，我另外紧的，小那要食饭啦，啊，因为我无滴的，他冻未掉啊，啊。啊，但是就是这种情况，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发觉啊，这样不行。我师兄说，那年咒大悲咒是小咒，哎，老婆才讲这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连你都看不那个灵岩咒，啊，那你要改变方法，这个都是因缘，如何让老菩萨欢喜？所以各位，你要，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，啊，三四五讲完就下课，好吗？麦克看秋标啊，远恶近故或渐减。但是你要脱离贪嗔痴，真实闻思修，那各位要脱离不好的环境，
家里是不好的环境，卡拉 OK 是不好的环境呐、啊。你的朋友会讲叫你去结婚，你们就跑多拜，那个是不好的境界啊！啊，远恶近故。什么叫祸？祸就是烦恼，就是贪嗔痴啊！我、哦、大家拢穿啊水，我嘛爱穿啊水；大家拢点好家，我嘛要好家，你就会有分别心嘛。啊，远恶近故，这个贪嗔痴呢，这个迷惑烦恼就会减低。离善乱故善自正啊！那在讲，咱的生命目的是要断恶修善，要修行，所以咱卖跌个迄种逼搞挣扎的环境啊！所以各位这一点要了解。但是如果你去世间的计较比较，这种恶环境，这种善乱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离开这种你我我是非，离善乱故，你的善法才会增加，心住于法。你才能够真实的不离开悲心，思维空性。那今天去蒙阿波念，去屠宰场，你干嘞规干不挂转回叫啊，规第一干嘞不挂，你心里还是平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利益他。啊，心住于法，啊，法不是说什么都不管，法是变化无常的。但是在这个变化无常法里面，你是在利用这个法来安住你有定见跟不离大悲心，所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专心闻思修。慈悲与智慧而产生了正知正见或正定或正见，所以依净处是佛之行。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清净处啊？是啊，那个地方离市区有一点点，各位放下啦，要有一理由离远一点。现在底下起哭阿叔，我要先邓海吉的样子呢，你代表你就不容易了。所以各位还是离家里远一点修行方便啊。第四，但是你要依净处，最难的是什么呢？亲友伴随惜离别，财宝积聚终弃捐，逝者且余生舍弃。出离心是佛之心，会你若接触感情啊、亲情朋友啊，你也就感苦，你无法度看到真理啊。你所爱的人、朋友，就讲一定离开你，爱别离苦，这个世间无永远到底呢。财宝积聚终弃捐，你这世间赚偌济钱，买偌济厝，那你永远拢炸袂去。试着你的意识灵魂，都是刚买脱离这个辛苦啊！你有什么好执着？亲戚朋友感情呢？世间财产地位呢？包括你的身体呢？所以各位，念一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好唔好？好甲讲较紧，你要真正迄种好，好像那个嘿，我你毁容。啊，我那边几个卡，啊，你就哦，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所以各位这个要放得下。最五，一比若主，那咱要修出离心开智慧，咱来清净圣地心，远离恶地心。那恶地心呢？规天在跟你讲钱啦，嘿唔对，嘿唔对，你拜个足烦恼，了解无？师公啊，你欠偌济？我当下学佛的人，师父定来甲借钱，我就有钱啊。师父，你无甲周转一下，我什么代志？啊，我已经店要倒去啊，出家人开店，佮我借钱，我想嘛唔对，啊，歹歹去。啊，但是你有钱，红灾等下就要甲你周转，出家人嘛要甲你周转，那你就会烦恼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去哪一个道场，都是是非，都是金钱，都是那些啊正面负面的，都在谈那些，你就不要去了。包括那个人，这个人就会让你起心动念，你就不要接近了，因为你没有资格跟他斗阵。你有你没法度得到心清净，你跟他斗阵的话，那你就没法度。啊，所以一比若死三独掌，就跟这个人斗阵，那是在这个所在，让我们分别心烦恼就强了，你就别去。毁坏三学诸作业，我们就在乞丐说要跪卧不行，要吃菜说免啦，这样。啊，吃软别执着啦，心肝好就好啊。所以那这些人他叫你不要持戒，不要修禅定，不要开智慧，甚至破坏你啊，假婚你们就假吧，这样不好。甚至有人说，师父，我那个师父每天跟女朋友斗阵，我很烦恼，你就别去就好，你要跟人抢啊，我跟你斗阵就好啊，他就是没法啊，哎，师父嘛有查某，哎嘛是查某啊，安尼，要不你想啊，要甲踢倒呢？叫你来做当街嘛，当街，那你就不要去了嘛，因为你到那边，他会让你自己也没办法修行，心里起烦恼，戒定慧三学失去，辗转丧失慈悲心，
开始批评别人，对不对？利用信徒，